我叫江巴旺丹，来自西藏拉萨，今年27岁，跳街舞已经13个年头了。我们一直在寻找传统舞蹈与现代舞蹈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结合点。我们也发现像藏族很多舞蹈，像踢踏，都能从里面能找出很多街舞的一些元素，融合越多，说明这个文化的价值就越高。我们家三代人前两代都是跳传统舞蹈的。这个是我在11年前拿的，然后一个冠军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雅卡奥塔斯坠，我们对 hiphop 1对1的一个冠军。我是从2014年开始接任 DNT 街舞团队的负责人，整个团队里面一共有53个成员，有医生，有警察，有教师，有从事银行业、通信业、公务员，还有学生。我以前的目标就是想在国内好好跳舞，后面的话我就缩小了一些，我一直留在北京。家乡这边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，那我以后回到我自己的家之后，我会很心酸的。我们也在西藏曾经组织了街舞走进校园，走了5个高校，通过街舞的一些公益演出，走进拉萨市西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SOS 孤儿村，向全区就是进行一个宣传。当初不被人认可，到现在的能去考街舞的大学，能获得街舞的一些本科以及专科的学历。我们也是按照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脚步，像现在这样慢慢的跟自己团队的人，跟西藏街舞圈的朋友一起把这个文化做强做大，能够也让西藏街舞在整个中国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。